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1面，571面第六行啊，第六行，从头看起，第六行。做大利要者，于念佛众生，摄取不舍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利，同生极乐也。这是经文，说这两位菩萨他们在十方无量诸佛刹土里面随心则到啊，真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观音师之都是这样的，说现居此界做大利乐啊。这注子里面说，特别是于念佛众生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那于这两位菩萨的缘就特别的深啊。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菩萨的感应太多太多了啊，那现在有很多求菩萨，为什么多数人没有感应啊？有少数人有感应，我们知道啊，感应不是菩萨那一边，感应是我们自己啊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习气太深，也就是造作重大的罪业，自己也不知道，与菩萨不认识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为什么不认识呢？跟两位菩萨的经典都没有做深，这个深深的去学习啊，对菩萨很生疏。观音菩萨有三部经啊，三部经都是附在大经里面，不是独立的。啊，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，在这个25圆通里面的位置列在最后。大势至菩萨也在楞严经里面出现啊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经文不长，只有244个字，比心经还短印光大师将净土四经
把这一章经补进去，成为净土五经。啊，净土原本三经一论，这个三经，第一个是无量寿经，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，第三个是阿弥陀经。其中无量寿经最重要啊，讲极乐世界，各个方面呢都介绍到了，让我们对于净宗认识了啊，你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你才会发心求生净土啊。至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它里面讲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方法。啊，偏重在这两方面。啊，这两方面呢，比这部经讲得清楚，不能不读。啊，第三呢是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。便于手持，可以拿来做扩充本啊，让你天天不离开阿弥陀佛啊。一论天亲菩萨的往生论，是天亲菩萨自己修学净宗往生不退成佛的报告啊，他的修学报告提出来给我们做分享，里面也非常精彩啊。这三经一论在清朝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去世啊，他有无量寿经汇集本啊，他老人家将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是四十华严最后的一句，特别提出来，附在三经一论之后，就成为净土四经一论。啊，这个附进来很有道理，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经文一展开。第二个大段落还是在续分啊，续分里面讲啊，与会的在家菩萨十六正寺啊，借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可见的普贤行愿品跟经中关系密切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修学的菩萨，从下下品、下品下生到上上品，啊，通通都是修普贤行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一卷经，才知道，啊，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曾经说，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。那西方世界专修普贤分、普贤菩萨法啊，这个十大愿望啊。那么这也给我们证明，极乐世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了，跟法华、华严能量器官了啊，这附的很有道理啊。这在民国初年
啊，净土世间流通的很广。那在印光法师呢，把大师之圆通章附进去，好，这个举止的时候，让我们感到非常赞叹。为什么？净宗经典圆满了，大智是圆通章，可以说是净宗的心经啊，字很少啊，分量很少，但是净宗的奥义都在其中啊。到这里就可以说圆满了，还需不需要再加了？不需要了啊，净宗典籍到此为止就圆满了啊。那么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跟楞严经关系密切啊。25种圆通是举例子，楞严经上举的例子啊，圆通就是成佛，圆满成佛了。佛问在会的25位菩萨，他们每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，但是都成无上道啊，证明了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这个25无圆通呢，按照顺序的排列啊，25怎么来的呢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你看36与18，加上7，25，是这么来的。啊，六根第一个是眼根，第二个是耳根，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章。啊。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这是他说明他怎么修成功的，他怎么成佛的，他用这个方法啊。所以按顺序排列了，他应该排在第二啊，眼根接着就是他。可是排列的顺序非常明显啊，把他提出来了，摆在最后，摆在第25啊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是说一切大的，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大势至菩萨是见大，见大就叫根大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啊。弥勒菩萨是十大，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啊，所以弥勒菩萨的是排在顺序，是在第最后空见识呢？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弥勒菩萨应该是在最后的，可是把弥勒菩萨提前了，把观世音菩萨排在最后，大势至菩萨也排在最后。大势至菩萨原本是在弥勒菩萨之前的，他们两个差一个位置啊，也就是弥勒菩萨24，大势至菩萨23啊，但是他两个换了个位置啊，弥勒菩萨23，大势至菩萨24，所以不按顺序排的就两个人，大势至跟观世音啊。可是因为大势至只是一个位置调动啊，不太明显，很多人收获了啊。观世音菩萨那太明显了，从第二排放排到最后啊，这个是啊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啊，摆到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法门啊。印度的习俗有一点跟中国人相同，好东西放在最后啊。所以你看唱戏，最精彩的一出戏
叫亚洲戏，他放到最后，这最精彩的。啊，印度也有这种风尚，啊，所以他们最好的是摆在最后。啊，观无量寿经里面十六观，念佛是第十六观，你就晓得念佛在观经里面它的地位多高。啊，他不用观念，啊，不用观想，啊，一佛念佛。大势至菩萨圆通常上说的，啊，这个法门无比殊胜。为什么？它太方便了，能摄一切根性，啊，上中下三根普被立顿全受，啊，它摆在第十六啊。啊，我有一年。这时候出家了，临济寺传戒。啊，我在戒坛里面做义工。台湾大学有几个学生，啊，这学系大是四年级的学生，他们是毕业班的，啊，来看我，带了他们一个教授。是台大的客座教授，日本人啊，来看我啊，很难得。教授问我啊，学哪些经典？那个时候我正在学楞严经啊，跟老师在学楞严经，还没学完。他问我修什么法门，我说我修念佛法门。啊，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，他感到很惊讶。他说：“楞严经跟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？”啊，他的态度很个姿态很高啊。啊，对我们的回答是很轻慢。没有瞧在眼里，我反过头来问他：“我说大势至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？”啊，我不问他不知道，这一问的时候，把他问到了。啊，二十五圆通章，二十五种不同修行的方法，都成佛，都成正道。观音师智在二十五里面排列在最后，特别法门。为什么不把大师智排在最后？把观世音菩萨排在最后？观世音菩萨最起我们这个世间人的根基。最奇迹啊，所以摆在第一啊，它变成第一了，最重要主要的。那大势至也是特别法门，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能够起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际啊，观世音特别起我们地球上众生之际啊，实际上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一样啊，也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但是特别起咱们地球上人之际啊，所以这些排列都是有学问的，不是随便排的。啊，我跟他这样一分析，他就没话说了。你看，研究佛学，研究楞严经，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啊，像这些小小的地方的时候，好，里面的有大道理在啊，啊，真的奥秘都在此地。
啊，那么楞这个楞严经整个经的精华，不都落在这两位菩萨身上吗？他们表的法吗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这个念佛法门来修楞严呢，啊，成就不比他差了。佛问圆通啊，问他这底下的学生啊，你们是怎么样修的？啊，成无上道。啊，每一个菩萨出来解答。啊，而最后把他两个排在最后。啊，这些地方佛经上很多。决定不能疏忽啊！所以两位菩萨呢，跟念佛人特别有缘。只要是念佛人，一定摄取不舍啊！我们平常讲啊。讲爱护、关怀、啊照顾、协助，都在摄受里头。啊，摄取这两个字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要有善根。啊，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通通要具足。啊，因缘是靠外面，啊，菩萨来摄取，都是缘，增上缘呐。自己要有条件，条件是善根，是福德。啊，什么叫善根？真心。啊，真听懂了，这是善根，这出于智慧呀！啊，真听懂了，搞明白，搞清楚了，啊，这是解悟，这不是证悟。啊，福德是什么？你真有福报啊！啊，福报是行，是真。啊，行就是真干，真念呐、啊！啊，信愿是善根，行是福德。啊，往生就是真呐、啊，信皆行正。啊，所以你不肯真干呢，那就不行啊。所以真干非常非常艰难，为什么呢？真干的时候。你都要非以佛陀教诲，啊，真放得下了。这真放得下，头一个问题就是自己、啊，我真的把我放下了吗？我如果真的把我放下了，有一个现象，你跟任何人相处都和谐，为什么呢？无我。为什么人与人当中不能相处的时候有利害就有冲突，没有利害哪来的冲突呢？啊，你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你不要，和好相处啊！啊，早年我跟韩馆长相处30年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我要什么呢？天天上讲台练习讲经，啊，我说你替我张罗。啊，你替我找这个语言的时候，让我讲经不中断。啊，他要是图书馆成立，他要做馆长啊，给他了。啊，他要管人，要管财，统统给你管。啊，所以我就变成三不管了：不管人，不管财，不管事。那他统统管。
那他管得很起劲啊，高兴啊，啊，我不要的。那我碰到这么一个人呢，你看一点冲突都没有，30年和睦相处。啊，如果他要的我也想要，我要的他也想要，难呐。啊，你真学佛的是万缘放下了。有人替你管不太好了，你多省事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会跟人家不能相处，自己一定要反省，过失绝不在对方。啊，肯定我自己有想到我自己的利益，啊，他妨碍了，不就是这个事情？啊，中国古人说的很好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一切把过失都推给别人，这是最大的错误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，只能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僵化。啊，到最后，所以是不欢而散。啊，世间事都不能成功，还谈得上出世间事？啊，遇到了有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认真反省，认真去检点。啊，过失到底在哪里？我什么地方犯了错误？啊，这个无论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真重要啊！啊，学佛不会跟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？学佛太单纯了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大乘法里面，它一个方向是修定，是开悟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修定，你不能跟人相处的话，你心定不下来，你没有放下。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至少只有30-40年了，啊，我常常劝勉大家的，真学佛，要放下自私自利，没有自己，啊，我自己每天需要的，啊，三餐饭能吃饱了，有个小地方能睡得好，就够了，还要什么呢？不需要了。那学教需要的是经典，我能得到经典，我认真学习，啊，有机会呀，上台去练讲。为什么要练讲？练讲是消自己业障，放下自己的烦恼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啊，你看，你天天要讲经，你要不要准备？啊，我初学的时候26岁，啊，30岁出来讲经，我讲1个小时，要准备40个小时，你还有时间打妄想吗？你打妄想就上不了台了，要做充分准备呀！啊，我听李老师讲经，听他讲1个钟点，我自己先前要准备3个钟点，听讲经，准备讲经。啊，老师这个经我有，他所谓参考资料我也有，他用哪些注解，啊，我也有，我先自己看，如果。今天这个经我去讲怎么个讲法，我听他讲的时候，他哪些地方比我讲的好，我不如他。你要这样去听啊，你才真正能听到东西啊。哎，在听经的时候我们是有充分准备啊。啊，那这人家讲的好地方真佩服。啊，他智慧从哪来？
啊，依照经典注解讲，个人人都会讲啊。啊，最初的三年很辛苦啊，大量的时间呢都用在备课上啊，以后慢慢就熟了。啊，三年之后我进步是很快。啊，三年之后大概我讲一个小时，有一个小时准备就够了。啊，所以通常一个星期我用一天的时间来准备功课，一天可以讲一个星期。啊，所以我又有时间啊，去深入经藏了。啊，老师叫我一门深入啊，我们不甘心啊。没有依教奉行啊，还是喜欢广学多闻啊。好在我涉猎还不是太广啊，是欲望吗？是求知的欲望吗？啊，我的范围还是有很有限的。只是几部大经非常喜欢的啊，像华严、法华、般若啊、法相啊，这里面些重要的经论我都喜欢这些东西啊。不知道一门深入的好处啊，啊，如果早年懂得一门深入，有人来告诉我，我会听话啊，把这个理论讲清楚讲明白，我可以做得到啊。十年专攻一部经，会得三昧，会开悟啊。不过因为自己没到场，没到场呢就接受别人请讲经啊，全世界各地都有邀请的啊，所以讲经就没有中断了。那人家喜欢讲什么，我就答应就给他讲什么。啊，所以大概也讲了有几十种经论。啊，这个对自己练习讲经没有问题，有好处。但是对自己一门深入就产生障碍。啊，所以让我们想到古时候这些大德住在一个山上几十年不下山，有道理啊。啊，我访问过这边的比瑞山啊，这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啊，日本13个宗派开山的祖师都在这个山上修行成就的啊。我去访问，特别去打听啊，过去祖师大德在这个山上修行最短的时间在山上住多少年啊。当时他们的老住持告诉我，最少在山上住的是13年，最长的30多年。你在这里看到人家定功啊，啊，所以他能够建立一个宗派，为一个宗派开山祖师，哪有那么简单的？啊，真的德三昧开悟了，啊，所以日本佛教在那个时候那么样的兴旺。他说：“出家人真敢啊！啊，在中国隋唐时，中国黄金时代啊，佛教的黄金时代啊，帝王护持啊，祖师所传的这个
日本、韩国这些高僧，他通学去了，啊，成就不输给中国法师。啊，为什么？人性是平等的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，人性本善。佛法里面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就是告诉你，你只要用功得法，你肯定会成就啊。那我们在大乘经教里头60年的修学啊，证悟没有啊，解悟真有。那凡夫成佛，在理论上讲非常简单，就是放下啊，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是执着啊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跟一切人事物只是有时候不能相处，见思烦恼没放下，你才出这个问题啊。这个东西放下之后，人事往前圆融无碍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在人事上遇到困难了，遇到麻烦了，你立刻回头，我自己不对，他没错。问题马上就化解了。总认为我是对的，他不对，这问题永远不能解答。啊，为什么他对我不对？这世间人评评理，明明是他错，我对的。佛为什么说我错了，他对？这个道理在哪里？你要晓得，学佛学什么？就学放下。我没放下啊，他没放下，他是应该的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真学佛。他不想成佛，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真想去，哎，那就错在我了。啊，菩萨行里头最重要的，修忍辱，修让，忍让啊！啊，菩萨行第一个是舍，是放下。第二个就是能忍，舍不能忍不能成就，舍再加上忍肯定成就。对，忍辱波罗蜜是禅定波罗蜜的前方便，有忍你才会得定，有定才开慧。啊，放不下不能忍，你这一生想成就就难了，太难了，什么都要忍。啊，割肉杀头都要忍，都若无其事，你才会成就。啊，去想想忍辱仙人，被割力王凌迟处死，凌迟是什么？是用刀一片一片割肉割下来，这样处死，你说多痛苦？有没有怨恨？没有。啊，有没有说割力王错误？割力王没错误。错在人，错在自己。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世尊本来成佛是在弥勒之后，弥勒是第四尊佛，释迦牟尼是第五尊佛。为什么他们两个对调了？释迦牟尼佛提前了，弥勒延后了，就是忍辱仙人帮助他。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他提前成佛了。
啊，佛法的誓愿兑现了。啊，格离王问他：“你有没有成恨言？”没有。啊，仙人说：“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”释迦牟尼佛成佛，第一个得度的乔陈如尊者，乔陈如就是格离王。啊，真的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。啊，这个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！这样大的这个侮辱，啊，伤害都若无其事，不生一点嗔恚心，只是一片慈悲。啊，他知道人如仙人这个举止。帮他大幅度提升，这感恩呢？啊，报恩呢，就是头一个来度你。啊，所以我们如何跟一切人能够和睦相处？你说佛门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和睦相处。你怎么能够和宗教？怎么能够和不同的族群？你怎么能够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？你学大乘，学大乘，你的愿要普度众生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跟这个还有摩擦，跟那个还有，那你这个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不自己骗自己吗？啊，那佛法说难就难在此地，易也易在此地。啊，果然觉悟了，处处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处处都能够忍让，啊，问题这就是长痛无阻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我们过去在新加坡传接宗教，得到一个经验。啊，新加坡那个时候九个宗教，我们接触都欢喜，啊，基督教不例外。啊，遇到的难关上，难关就是基督教，他们比较执着。啊，表面上给我们这个和谐相处，实际上他有戒心。其他宗教都不到一年变成兄弟姐妹，基督教三年，三年他真进来了，啊，真感动了。啊，伊斯兰教办活动，募款，基督教的这个牧师，啊，我听说好像捐了10万新币，啊，给他们做慈善事业，这都不可能的事情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了，啊，所以只要你善心。真心，你决定不欺骗人。啊，人是有感情的，会被感动的。啊，没有感动是我们的真诚不够，我们的方法错误。真变成一家人了，我们无量的欢喜啊！啊，所以在新加坡宗教是团结的。啊，哪个宗教需有困难的时候，大家帮忙。啊，办活动的时候，我在新加坡一起来。啊，我们佛门大的这个庆典，啊，他们通通都来。啊，他们大的活动我也去参加。啊，确实融成了一片呢。啊，不同宗教可以融为一家人。
啊，那么样的和睦相处，真正是互助合作，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敬爱。啊，为什么自己人还不能参见呢？啊，还有门户之见，啊，不就是名利之争吗？啊，名利给他，那事情就解决了。啊，名利给他，你提升了。啊，你境界提升了，你不吃亏，占大便宜。啊，他仅仅执着在名利的时候，他是往下坠落。啊，你统统放下，你天天往上升。啊，升到一个程度，他对你望尘莫及了。啊，经要读，要解义。啊，解了之后要实行，要真干。啊，一定要把经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。啊，经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生活行为。你真正得到利益了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讲三种真实，不是骗人的。啊，真舍之际，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。啊，真舍之际是真理，事实真相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啊，没有真实的智慧，哪来的真实利益？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把真实智慧当作我们主要的目标啊，所以你修学有困难，你常常会退心，你的烦恼习气常现起现心啊，你没有把真实智慧摆在第一了啊。我学大乘学什么？学经宗学什么？这个东西不能不搞清楚啊！啊，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：那个地方，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我够不够条件上善？啊，不是上善不能往生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大众不欢迎你，你没办法。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西方世界所有大众都欢迎。为什么？上善之人，上善之人还能跟人计较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上善之人还有放不下的吗？啊，念念的为一切众生，不能念念想自己啊。啊，毛主席讲了一句话，那是大乘佛法，那是菩萨道，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，这是菩萨的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在大乘法里头，要把人民改作众生啊，因为人民在十法界只有一道人道。这佛家的时候是设法界通通服务道家，啊，上从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啊，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，都应该全心全力为这些众生服务，啊，为菩萨服务，为声闻缘觉服务，为天人服务，为人间服务。啊，为畜生，为恶鬼，为地狱众生服务，说法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不相信，应该花一年的时间，你就能证明。
啊，他真有。啊，一年的时间有点小功夫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非常要好。啊，那时候我们有三个人，三个人同年，而且命运大概都差不多。啊，那些算命看相的，算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。真的。啊，45岁那一年，好像是3月，第一个走了，法融法师。啊，到哪一道我不晓得。啊，7月，啊，这个5月，第二个走了，明眼法师。啊，明眼在抗战期间跟我同学，啊，中学同学，以后在台湾我们有同事，我出家了，啊，他也把工作辞掉，跟我一起出家，啊，非常好学，这个人做事情非常认真，啊，出家之后受了戒，他去学密去了。啊，我觉得他很可惜。啊，为什么不来学教？来学教太难了。啊，经典太多了。啊，这学密，跟徐文六老居士学密，啊，那也是个金刚上师。啊，一年，他来告诉我，密是真干的。规定的时候，这个好像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要磕10万大头。啊，大拜呀，10万，啊，他真干，啊，大概一年的时候，他来看我，他说他现在有一点小通，能见到鬼神，啊，告诉我鬼神的情况，啊，他说明是他为什么去学密。他说是密法用神通度众生容易啊！啊，他说你学教，你把舌头讲烂了，也没人相信啊！我这一现神通，他不就相信了吗？啊，我开他的玩笑啊！我说你这一年多很挺用功，真难得！你现在神通没得到，是鬼通得到了，可是鬼通也不行啊！鬼通，你看到鬼，我没看到啊！那我不相信，我说你胡说八道啊！啊，他45岁那一年走了，45年那也是那一年的时候，7月份我得病了，我就想到了，前面两个走了，轮到我了。啊，所以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在讲楞严经，楞严经没讲完，讲一半，得重感冒。啊，病了一个月，我想到的时候，今年我的寿命到了。啊，我也不要请医生，也不要去吃药。为什么是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啊？我寿命到了。啊，所以我念佛求往生。啊，念一个月病就好了。啊，一生不生病啊，没有进过医院。啊，没有我的病历。啊，病好了之后休息2个月，我就恢复将近。啊，好像过了2年，我在人王护国法会讲人王经。啊，不是讲全经，讲大意。啊，因为他时间只给我20天，40个小时时间。啊，40个小时这部经讲不下来，就讲大意，我编个大纲。法会里面遇到甘珠活佛，啊，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，他现在也不在了。啊，我们也是老朋友、老同学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
大我十几岁。他看到我的时候就找我。我问他有什么事情。那你来，他坐在一起聊天。他说我们从前呢，都在批评你，都在说你。我说什么？说你这个人倒还很聪明，可惜呢，没有福报，又没有寿命，又短命。我说这些事情不必背后啊，当面可以给我讲。我说我自己很知道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说你这十几年，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了，33岁出来讲经，那45岁12年了。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功德很大，你的命运全改了。他说你的寿命很长，你的福报很大。说这个话，第二年他就走了。这是个密宗啊，很好的上司。我们在佛门里面也少了一个朋友，同参道友啊。很可惜。所以那个时候我都没有知道。奖金能够转改变命运，没想到。我这个奖金是老师教的。李炳南老居士，他劝我，一定要学奖金，我的奖金跟他学。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。那时我刚刚学佛，26岁。第一本叫我看的书是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那个时候没这种书卖，我们在善导寺，利用假期到善导寺抄经，从大藏经里抄出来。好在分量不多，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它抄完了。他告诉我，你学佛，你都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要不认识他，你就会走弯路。那这两本书就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是从经典里面揭露下来。唐朝时候人写的。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与宗教没什么大关系。我们看他一生的心意。以后年岁越来越大，体会越来越深。释迦牟尼佛19岁就能把王位舍弃掉，把荣华富贵放下了。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烦恼障放下了。出去求学。求学过的生活是苦行僧的生活。不容易啊。学习12年，19岁到30岁。这12年当中，印度所有的宗教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他都去参学过。印度也是学术之国，哲学非常发达。这些学派他也都参学过。应该12年呢，印度所有的他都见过了，都学过了，而且他学东西非常专心，真的叫勇猛精进呐！印度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学派，他们最重视修禅定，4禅8定是婆罗门教的，
我们相信世尊学得很好啊，在禅定里面空间维持完全突破啊，一个人在禅定当中能看到非非想出天啊，六道里头最高的无色界天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所以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禅定当中是限量境界，不是比量，不是非量啊。换一句话是你亲眼所见，听耳亲耳所闻，你都接触到，这哪里是假的呢？啊，所以佛教承认诸天这些鬼神承认，但是他们是凡夫，他们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他们迷惑，他们造业，他们在受报，清清楚楚啊，不会以天神为老师，不是的，但是对天神，连对阿鼻地狱众生都尊敬。佛的谦卑呀！啊，造作罪业的人怎么能不敬他呢？那为什么敬他？因为他本性是佛，他本来是佛。你从本性上来看的时候，那你就得恭敬他。啊，他做的事业的时候，那随他去了。啊，我们没办法限制他。啊，不能叫他不造恶业。造业我也是他的事情，但是造什么恶业他会受什么果报，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啊，看他造业，看他受报，看他受苦啊，看他苦受尽了，嗯，他离开了啊，离开大多数他又迷惑了，麻烦在此地啊，少数的时候能够遇到佛菩萨了啊，听佛菩萨教诲，他觉悟了，他醒过来了。啊，不继续再造业了。啊，他能够修行，能够往上超生。啊，净宗真的是难行之法，没有深厚的善根，绝对不会相信。啊，这个深厚的善根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。累积的这个因缘，所以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时候，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里的包括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啊，这都是知识分子。啊，他有道理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不可思议？啊，一切所有，随心所念都是变化，自然出现的。啊，这桩事情，到我们想到第六天，啊，他怕自在天。第五天化落天，我们就有例子可圆了。那化落天人，他们一切受用是变化的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修行，无论是愿力修行，都超过欲界天啊，他为什么不能灭化，我们就懂得了啊。再看地狱是变化的，你没有这个业，你根本就 不看不见。只有两种人能看见，一个是造作业罪业的人，他显现就跟做梦一样啊，梦中看见了
啊，没有这个业，你在做梦，别人看不见。啊，第二个是菩萨能看见，菩萨到地狱去教化众生，对，他能看见。除这两种人呢，见不到啊。啊，这个事情《地藏经》上有说明啊。啊，婆罗门女要救她的母亲，啊，知道她母亲造的是地狱。啊，觉华定如来教他的方法，念佛。啊，他用念佛的方法，一天一夜，真心念呢、啊。母亲是真善缘的、啊，不是为救母亲，他的心发不出来。啊，他那个功夫至少是四意心不乱。啊，事业心不乱，就有资格到地狱去参观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也可能是礼仪心不乱。礼仪心不乱是法身菩萨地位。啊，因为非常有可能，啊，当我们读了《无量寿经》三辈往生最后的一章，啊，经上告诉我们。啊，一心三倍也。临命终时那一念，如果是真心，那不是妄心，是用真心。真心就是利益心。真心一念，那个功德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就会上品上身了。啊，这不能够轻视的。你轻视别人，他不如我，说不定他往生的时候，最后一念是离业心的话，品位马上就上去了。到西方极乐时，他高高在上啊，我们比他差很远呢、啊。啊，这都非常非常可能呐、啊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怎么敢轻视别人？啊，不但人不能轻视，连蚊虫蚂蚁都不能轻视。说不定他死了之后，来生到人道，修行成正果。啊，他做佛都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还在他的麾下称弟子。啊，这都有可能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菩萨里头有一位表法叫常不轻菩萨，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敢轻慢。啊，都真诚恭敬呐、啊，落实了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。啊，那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信心，真相信，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无量劫前，他就修大慈大悲。比阿弥陀佛早啊！阿弥陀佛发48愿，才五戒修行啊，人家无量戒修行啊，你就晓得他那个慈悲力量有多大。哎，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对他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是我们求他的时候，感应里都没有效果啊。所以佛说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一句话是真理，决定正确。啊，我们对菩萨十分相信，菩萨加持十分。啊，万分的相信，那他能加持万分。我们只有一分二分，他加持力量也只有一分二分。啊，跟你的信心决定成正比例。那我们现在大多数对佛菩萨半信半疑啊，所以纵然求佛菩萨，好像佛菩萨没有感应啊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自己一律破坏了我们的感啊，我们那个感不清净，
不真切。啊，这些经教里头说的多，你不能不把它参透啊。啊，参透的好处两个，一个是断疑生信，一个是增长你的信心。啊，信心坚定，毫无怀疑，那感应道教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啊，我们这今天真正相信佛经上讲的这个灾难是心理上造成的，啊，不善的念头造成的。你要真相信这句话，我们回过头来说，我们把贪断掉，啊，决定没有贪心，水灾就没有了；决定没有嗔恚，啊，无论遇到什么逆境，不会再发脾气了，都和颜悦色的处理，火灾就没有了。啊，地球温度就恢复正常了，那不会反常啊，忽冷忽热啊，智慧现前，不再愚痴了，风灾就没有了啊，没有傲慢啊，对一切众生的谦虚谦卑啊，地震就没有，坚定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了，对任何人都不怀疑，不要防人，防人都累啊！啊，害人之心没有，防人之心也没有，得大自在啊！你信心坚定，对身体来讲，你健康长寿啊，是从信心来的。居住的环境不会有任何灾变，是信心成就的啊！就今天麻烦是，你看贪嗔痴慢疑，没有一个人不在造啊！啊，大家都在造，拼命在造啊！古人有造的时候。他还有个水平，不敢过分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伦理的一个水平，道德的水平，总还要遵守。啊，有时候超越一点，不敢过分。现在这些界限没有了，标准没有了，界限没有了，才赶得今天地球的灾变会这么多。啊，有原因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我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给我们这个信息，啊，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特别要注重这个善字。啊，不是普通人遇到极难恐怖，你求观音菩萨，啊，观音菩萨就来帮助你。啊，是真的，观音菩萨也来帮助你，帮不上忙，为什么呢？你得有善根，这个字是个关键的字。啊，这个善是什么？最低的是十善业。啊，你平常能修十善业，啊，十善业是第一个不杀生。啊，所以。世间人绝对不能搞战争啊，搞战争那个业太可怕了啊！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啊，只是众生愚痴不了解，不用战争的手段能不能统一天下？难。中国有例子，
皇帝尧舜禹汤都不是用战争，被诸侯国推崇为天子，他没有政权呢，不能干涉别人呢，每个诸侯国都是独立的，大家都尊称你为天子，听你的教诲，听你的号令，国家里面一切这些事务啊，都向他请教。为什么？你做得太好了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大家跟你学。你看看中国，就从皇帝历史记载的，从皇帝，尧舜禹汤。夏商周，禹是夏，禹王大概是400多年，商600年，周800多年，合起来1800多年，再加上皇帝上面，差不多是2000年。这2000年，中国并没有统一，全是诸侯国，都是尊重这些有德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尊称他们为天子，听从他们的号令，不用战争的，他们行什么？中国历史上记载的，三皇以道治天下。道是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他行道啊，无地则行德，第一等，用德，尧舜禹这是用德了，以德来感化天下了。夏商周这叫三皇，中国从禅让变成了家天下，夏禹，禹王传给他的儿子，儿子太好了，天下都推崇他，真是个好人。但是从这以后呢，就变成家天下了，传位子的时候都传自己的儿孙了，他们行仁呢，三王行仁呢，仁者爱人，到春秋社会动乱，大家对于过去尊重的天子不太重视了，各自为政，这个社会是个动乱社会，但是虽是动乱社会，讲义气，这无罢了，讲义也。到秦朝并吞了七国，统一中国，这中国第一次真正是政治上的统一，秦朝不仁不义，15年亡国，命最短的，汉取而代之，汉朝400年，采取儒孔孟学说，来教化人民，孔孟学说叫什么？叫礼，仁义，道德仁义礼，中国一直到满清都遵守礼呀，所以礼义之邦，民国之来礼没有了，礼没有了，
天下大乱。那老祖宗书里都写得很清楚啊，仁义礼智礼，啊，道德仁义礼，礼没有了，天下就乱了。现在社会不动乱了，如何来恢复？恢复的时候也先恢复理智，有再慢慢提升的时候，理提升到义，啊，义提升到人，这样才能恢复。那道德是最好的呀，啊，所以人能够行道德，天下归心呐，谁不拥护你啊？你爱别人，别人爱你啊。啊，你不爱别人，别人不会爱你的。啊，所以不必用武力。啊，决定不能杀人。啊，杀人害人，是杀自己，是害自己。啊，国报不好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里面，过去我们也常常说，人学过道德，啊，学过礼义，人就不愿意做坏事。为什么？不好意思。啊，做错事情，良心责备也。啊，不愿意做坏事，懂得因果报应的人不敢做坏事。所以中国几千年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就是这两种人两桩事情把人心扶住了，这个地区的人长治久安了。啊，政治清明，在古时候各行各业，这做官也是个行业，最轻松的，最快乐的。为什么呢？事情少，没事情办，不是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是做官的人没事干了。啊，我们看看《四库全书》，几部那是文学。啊，诗词歌赋文学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做官人写的他们的作品。啊，他为什么没事情干？哎，在家写文章填词作诗，他搞这个很消遣。啊，一个月有一两件案子就很多了。啊，那这是教育成功啊。所以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，啊，谁教呢？家教。啊，所以教育的时候是家庭家族把它担负起来了。啊，以前是大家庭，它不是小家庭。啊，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落。啊，你看现在在中国，你看看地图上，展开地图，你看乡下，那叫王庄，啊，那是李庄，那你就晓得，在过去，他那一个村庄是一家，啊，通常一个家庭，人口啊，一般的时候300人左右啊，300人左右在一起生活。如果是没有规矩，那不就乱掉了？啊，你就晓得《弟子规》是家族任何一个家族共同要遵守的规则，一共是113桩事情，那是共同的。除共同之外，还有自己的家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学的东西不一样，啊，规矩不相同。
我们从事的行业不一样，所以它另外有规矩，这些呢都在每一个家谱里面看到，家谱里头都有记载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就古人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个无后不是说你没有后代的子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的后代，你把他教好了，他有能力继承你的家道，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世世代代传下去，叫世家了。这叫你家里有人呐，你后代有人才啊，那么在今天，一直传到今现在，只有一家，孔家，孔子。这个家庭传在现在，在这个时代，它才瓦解了。这是中国真正传了2500年。所以中国的家，对于中国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就是每一个家了，把他的子弟都教好了，都懂得仁义道德礼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圣贤教育，个个都是圣贤的，他不会作乱的，再贫穷、再困苦，他不会做犯法的事情，他能忍受。所以2000年来，这个社会长治久安了，你就晓得中国的根是什么？圣贤的根呐。这个底蕴太厚啊，世世代代都是圣贤，世世代代都是好人。我们放弃了祖宗教诲，顶多不过200年。从慈禧太后那里开始，到现在200年。第一个100年就是清朝最后的100年，大家疏忽了，只讲，学校里只讲，不认真去干了。满清亡国之后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现在谁讲啊？没人讲啊。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，很多人觉得奇怪啊，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啊？好在我们做了一个实验，实验做成功了，大家觉得是不错，所以现在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但是中国过去扎根教育是三部书啊，不是一部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呢，现在只教弟子规。古人的时候，除《弟子规》之外，学《感应篇》，《感应篇》因果教育；学《十善业道经》，佛教教育。这三个根，根深蒂固啊！现在只讲一个，那跟古人比的时候差远了。一个很脆弱，名利现前的时候，守不住就变节了。三个根坚固啊，不容易改变。高名厚利摆在前面，自己晓得不应该去的，不会动心。一个根不行，达不到这个效果。所以社会要能够长治久安，一定要把教育办好。老祖宗这个话是真理。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建立政权，领导全国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育最重要。什么教育？伦理教育，道德教育。如果人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只讲科学技术，人没有人伦道德，
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？比禽兽造物更厉害啊？为什么呢？科学技术能毁灭世界啊，世界毁灭了，他也活不了啊！他造这么重的罪业，他的苦报在阿鼻地狱啊！你们有些通灵的人，你们可以调查调查，爱因斯坦测在哪里？这是发明原子弹的人啊！如果他是中国人，受过中国传统教育，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揭穿。为什么呢？他会负因果责任。啊，在外国没有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他不懂得这个。啊，他只是好奇。啊，要自己现前名利啊。啊，不知道后果可怕。啊，所以真正懂得因果教育，决定不敢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你看中国古时候，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，诸葛亮死之前全部毁掉，不留给后人。从这个地方看到中国人的道德，中国人对后代负责任，中国人对这个天下负责任。啊，科学技术要在什么时候使用呢？人人都知道道德，知道因果，科学技术就能从正面上发挥，不会惹祸。啊，如果人没有能力，没有道德，那可不得了。啊，他发动战争就消灭过国家，消灭过国家后来的果报非常凄惨，生生世世在地狱出不来呀！啊，把别人是不是消灭掉了？没有，你消灭掉他死的是身，那一些灵魂通通投身到你家来了，全变成你自己的后代了。你夺取别人国家还还个人呢？啊，你非法得的那些财物，啊，那些受害的人都变成你儿子孙子，将来继承你的家业，你财产全部给他了，还他了，你不知道啊！啊，你家里那些就家亲眷属什么人呢？都是被你杀掉那些人，他又来了。啊，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时候，人还能干傻事吗？不会再干这个傻事啊！啊，这个游戏不好玩呐！啊，冤冤相报。所以佛家讲的时候，这个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四种关系：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这四种关系。不是这四种关系，不会去搞得一家来。啊，所以人不可以伤害人。啊，人要尊重别人，人要爱人。啊，这才像个人呐！《弟子规》里头，凡是人皆须爱呀。啊，不是一家人要爱呀，不同种族的要爱呀，啊，不同文化的要爱呀，不同信仰的人也要爱呀。啊，你只用一个爱字，你行遍天下了，畅通无阻啊。啊，我们最近十年在国际上，这是有个缘分呢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。啊，我有两次在日本旧冈山，啊，这个参加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。
啊，那两次来大概都住十天。啊，会议大概是三天，其余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游览、去观光。啊，所以在日本认识朋友也很多。啊，这一次都没有通知。啊，通知就有应酬。啊，现在没有时间应酬了，年岁大了，来日无多。啊，80岁以上就要知道啊。随时会走啊，啊，叫风烛残年呢，啊，随时可以走，所以现在抓紧时间，啊，多讲几部经，跟大家分享，啊，其他的事情统统谢绝，啊，我们时间不够用了，太紧迫了，啊，一定要把经。希望讲清楚讲明白，大家真正觉悟，真正回头，真的利益啊，我们这在肯定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他具备这些条件，我们也要具备相应的条件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相应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善，我们有善心啊，心善，念头善，言语善，行为善，跟菩萨感应道交啊。灾难现前的时候，菩萨确实他会来帮助你啊。纵然你有共业，你在这个灾难会死亡啊，死亡没关系，死亡是生死亡，观音菩萨会带你到极乐世界。好事啊，不是坏事啊。人哪有不死的？在这个世间活得这么苦，活得这么可怜，啊，我都老早都想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不来接我，我没办法。不认识路啊，一定要等他来接我啊。那他不来接我，大概是希望我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他一定会来接我的啊。这就是我们自己常讲的四个通：心相通、愿通、啊、德通、行通啊，你决定的什么？啊，所以经书是宝，要学以致用，不要学了，我用不上，那就可惜了。所学非所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那浪费时间。啊，学了一定有用处。啊，这就对了。下面引用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面一段话，啊，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曰：“苦恼众生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”啊，观世音菩萨能帮助我们解决苦恼、忧患，凭什么？凭他无量界修的大慈大悲啊！无量界愿力成就啊！菩萨有12愿。这12愿跟阿弥陀佛48愿是相通的啊，也就是阿弥陀佛48愿，观音菩萨把它浓缩成12愿，
啊，释迦牟尼佛把它浓缩成四蕴，你们想想看，啊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把这个四蕴跟48愿对照一下看，全都相应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愿愿相同。总的来说，都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众生是真为自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。这个事实真相知道的人不多啊。啊，为别人得大自在啊。为什么？你为别人，人人都为你。你说你多自在。你为自己，没有一个人为你，你很苦恼。啊，所以有财，大家用，多好，多快乐啊！你的财给大家用，大家的财给你用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大家财给你用，你今天云游世界，啊，身上可以不要带一分钱。为什么？无论到哪个地方，大家都送钱给你用，这个快乐啊！啊，何必自己要得路费呢？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。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比较少动了。啊，在过去每一年，啊，在这个国际上总是要走几次。啊，不需要带钱的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同修们供养，都有同修们照顾。啊，所以我们的采取大量去印法宝，啊，印经书，啊，到处。分送给大家结缘啊！我们真为人，你就放心，你绝对握不住、动不住啊！决定是自在。又曰：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于不为极难之中，能使无为也。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使无为者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不使无为也。啊，观世音不使无为，时间长了，无量劫来。啊，老人家。他所行的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干了无量劫啊！所以这个果报啊，自然现前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是三种布施的果报。我们要想得到这三种果报，要学菩萨的三种布施。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，你就发不了财。无论你从事哪种行业，你都得不到。啊，你去做强盗也抢不到。啊，钱还没抢到手啊，被警察抓去了，没有这个命嘛！啊，所以小的时候命中有财啊，这个财是财布施得来的。啊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，你今生得的大财富。
啊，这个看相算命有道理，不是没道理。啊，香港的李嘉诚大家都知道。啊，他的一个好朋友陈朗前年过世。啊，是一位算命看风水的高手。啊，我在香港讲经，他常常来听经，我们这么认识的。他跟李嘉诚关系很厚。啊，告诉我，李嘉诚30岁到香港经商，他是潮汕人，啊，潮州那边，汕头那边。那个时候遇到了，啊，他看相，啊，给他算命，这关系已经从那么建立，啊，看得很准。他就问他，啊，问李嘉诚，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产，你就满足了。啊，李嘉诚告诉他，我能有3000万就满足了。啊，陈朗告诉他，你不知，你的财库啊，不是凭的，是慢出来的，慢出来。不管你经营什么事，只是什么生意，你都赚钱。命里有啊，经营呢，那是缘呢，命是因呢，因加上缘，果就现前。他说，你将来是香港首富，就给他注定了。从此之后，李嘉诚就不离开他，天天向他请教，他变成李嘉诚的专用顾问了。啊，我跟李嘉诚认识是陈朗介绍的。啊，命里有吗？你命里没有，你跟他做同样生意，他赚钱你血本。啊，你命里没有吗？这哪能求呢？啊，所以人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定生慧呀！啊，你要想发财，你都不是。啊，修财不是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人家算命，我财库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啊。所以是什么命啊？啊，没有财，没有官印，啊，这种命呢是乞丐命啊，是叫花子命啊！啊，是遇到佛法了，才完全转变过来了。要不遇到佛法的时候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45岁死，我相信啊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我没有求寿命，我也没有求财富。啊，知道佛法殊胜，这么好，如果不学太可惜了。啊，那么看到很多这个学佛的人，对经教不重视，没有把精神呢、时间放在经教上，非常可惜。啊，我们有这个人，而且是一个人孤身在台湾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啊，自己照顾自己就非常满足了，啊，所以老师看中了，啊，叫我出家，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替我选的，啊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叫我讲经，啊，我也很喜欢干这桩事情，啊，所以佛法是教育，诸佛菩萨是佛陀教育义务的工作者，啊，他不要钱呐，名闻利养都不要。
这个功德很大了，把人教好了，对社会是一大帮助，对国家是很大的帮助。啊，所以在过去，佛门这些高僧大德，多半呢，都是帝王的老师，啊，封为国师。啊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元、明、清这三代700年。啊，你看在中国的帝王，他只封4个喇嘛，半壁江山就固若金汤啊。啊，西藏的达赖班禅，内蒙古的张家，张家的是内蒙，啊，外蒙古的哲布真丹巴，这4个封为法王，听命于皇帝，为皇帝效忠，这一片江山不出事情，天下太平。你看4个人呢，那就摆平了，啊，所以他会用啊。他懂得啊，四大喇嘛，张家大师等于是皇上的顾问，常住北京啊，所以北京有他的办事处啊，这些都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在教区来讲呢，张家大师的最大。啊，第二大的就是哲布真丹巴，外蒙。啊，范围在这个大的时候，第三个才是班禅，达赖地方很小，前藏不大，后藏大。啊，但是前藏人多，后藏人少。啊，这个里面最大的还是内蒙，因为内蒙包括东三省，啊，还包括新疆、青海，啊，这都是张家大师，啊，他老人家的地盘，啊，就过去帝王聪明，啊，帝王学佛，啊，鼓励全国人学佛。佛弟子最听话了，最容易统治啊！啊，佛弟子能忍辱啊！啊，不会出问题啊！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佛弟子是最好的公民啊！你看，菩萨戒经啊，梵王菩萨戒经里面2条：不做国贼。不谤国主，这2条是重戒啊！不做国贼，决定不可以做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啊！那是犯了大戒。不谤国主，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啊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，从皇帝到地方的官员，他们犯了过失，不可以批评。啊，这里有大道理，你不批评他的时候社会安定，啊，你要批评他的时候会惹起社会不安定，人民会怨恨，啊，破坏社会的安宁，不许可的。啊，璎珞菩萨戒经里面有2条，第一个不漏国税，第二个不犯国制。啊，因为璎珞戒是在家菩萨修守的戒。啊，在家菩萨这2条很重，不漏国税。啊，不犯国制，国制就是国家法律。啊，决定不能违背国家法律。啊，你看看这4条戒。啊，
梵王出家人说的，璎珞在家人说的，啊，能遵守这个四条，好功名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治理天下了，很容易，不麻烦。啊，是故极难恐怖啊！但以至诚这个字重要了，归向大师啊，用至诚心，你去求观音菩萨，千持名号，这就是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念名号，悉得解脱啊，后头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这就对了，这一篇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。